八号车厢都是前往武汉的旅客，只要您在八号车厢，现在就必须下车。你既然来了，就得对得起这个名额。我们六楼需要的是一个能帮我们干活的志愿者，而不是一个花架子。城市里整片风景怎么变得如此安静，黎明也唤不醒。我要去长沙。漫天的乌云倒影在人们的眼睛，风吹散了蒲公英，想念落满了手心。请你相信我的坚定，直到下个天晴，悬在夜空的心是一种证明。我迷失过森林，也到过边境，翻越过山岭，只为能想你再靠近。我特别讨厌孩子，除了送饭，那个房间我说什么都不带劲的。我们两个是这个科室里最重要的人，你要是进隔离病区的思想准备都没有，那还要当什么志愿者？志愿者那更了不起了，我替武汉人民谢谢你的支援。以后你们呀就叫我父亲啊。终有一死，这是自然界的规律，我们无法挽回死亡，能做的就是对生命的尊重。看什么呀？你不是不喜欢？我是不喜欢，但是如果你要是跟小朋友一起叫我兔子叔叔的话呢，我就喜欢了。我叫兔子，如果你愿意你就叫我兔子叔叔。嗯，